是学校的路很久没走，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所有的追求是不是缺少了什么？想象着生活风平浪静，打开了窗户，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看鱼仔在遐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对当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花在风中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到半暝，希望我会肯带你等来阮。如果我也变成一条鱼，如果你也变成了氧气，未来多美好，不想要一个人承受。我需要你，需要你，需要你陪伴我，好想要你，想要你，想要你陪着我，却只能等候。看鱼仔在遐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对你想来想去，这几年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嘿，大家好，我是阮仲耶。嘿，左边的朋友耶，右边朋友耶，中间上面耶，呼呼，耶。大家还好吗？耶耶耶。今天非常开心，然后也很感动，受邀这个体育表演会，因为我小时候有参加过田径队，然后。我小时候好像做了蛮多事情，然后对，因为我小时候是田径队，然后就会知道，其实田径队就是要每天一直锻炼那个肌肉跟那个体能。可是小时候就是会觉得啊，那个去比赛的时候没有拿到奖牌，就会觉得啊，自己好像训练都没有一切都没有意义，然后觉得自己很没有用。但是现在长大了，回想起这件事情，其实会觉得其实。虽然没有拿到奖牌，但是至少我还有那个身上锻炼到了肌肉，然后我觉得这个肌肉是健康的那个基石，所以
我觉得有时候人生也是这样，有时候可能你努力很久，想要做的事情没有达成，但是起码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可以享受到，并且可以看到很多很美好的过程的风景。所以或许从现在起，我们可以一起来训练我们心灵以及这个身灵上的肌肉，期待在未来有一天跟大家一起变成那个魔鬼肌肉人，耶、yeah! ！谢谢大家。然后那个，农历七月快要过了，代表八月快要来了。那利用这个机会，在这边祝大家这个中秋节快乐，耶、yeah! ！耶耶耶！祝大家今天晚上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睡眠。接下来第二首歌，这首歌叫做《哦耶》，献给大家，祝大家耶耶耶！祝大家生日快乐！呼呼！请容许我调一个音。好听，耶！这首歌叫做《Oh Yeah》，Go。想说又不敢说，没关系，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一起走过很多时候，有太阳的午后，没月亮的天空，我在氧气里面看见你，你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美丽。就在这个时候，你对我说，我真的听到你对我说 ，Oh yeah， 你说你说你说你喜欢我 ，I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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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Oh， 因为我也有一点心动，我说 ，Oh， 我喜欢喜欢听听 rock。跟着我一起保护地球，从今后不用想太多，只要大声说 Oh yeah Oh yeah， 说什么 Oh yeah Oh yeah， 有话想说又不敢说，没关系，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一起走过很多时候，有太阳的午后，没月亮的天空，我在爱情里面看见你，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美丽。就在这个时候，你对我说，我真的听到你对我说 ，Oh yeah， 你说你说你说你喜欢我。心动，我说，我喜欢喜欢听听 rock and roll， 快跟着我一起保护地球，从今后不用想太多，只要大声说 ，Oh yeah， 这时候大家就可以拍手了，跟小巨蛋拍拍手 ，Oh yeah， 说什么 ，Oh yeah， 你可以一边拍手说 ，Oh yeah。说什么？ Oh yeah， 太小声，再说一遍。Oh yeah， 中秋节快要到了，你可以说。Oh yeah， 吃早餐之前，你也可以说。Oh yeah， 或是这样继续拍手，继续说。Oh yeah， 上面的朋友，你要说什么？啦啦啦啦啦啦啦，继续说。Oh yeah。
说你说你希望我I can't control也要一点心到我说、啊、我喜欢听听 Rock and Roll 快跟着我一起把我的家走起不用想太多你要说什么不用想太多小巨蛋说只要大声说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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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